你可不可以坐在这里，把这个压着，因为这个会被吹倒。不要直接打了，他们已经也打了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弄好了。好了，没有，有录到，有录到，没事啊。OK， 继续。
我转过来对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啊！不怕，给我来先走了。没关系，我来顾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哇！我说那个。哟、哦，原来就是这个。刚刚，谢谢啊。
好的，哎，就是没有人喝，可以最后一口吗？可以啊，那就。好恐怖，他们能喝到水的感觉。不会啊，因为这也是从谭立威给我的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没有，也。好快啊！我根本看不到他们打的球，没有参考价值，就是、欣赏价值。没有选择。其实喜欢打网球，自己虽然没打，就是喜欢打网球。看你们夸张那么大，肯定要看一场戏笑，无法。因为你如果你可以看到强的，然后怎么看他们都是太强了，对啊，什么？因为要看谭立威打球，就是就在看戏啊，看戏。网球就像一场戏。又被骗来。但我小学没有网球可以打，国中也没有，高中也没有。然后大学我还特别选了有网球社的大学。高中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们高中有红土的球，但是我们不能用，我不知道。你是哪里的？新庄啊，台北，台北人，台北新庄，你知道新庄在哪里？我知道。可以吗？我在新庄。你在干嘛？帮你拍照啊。那看得到我吗？你也看得到我吗？没，因为。不好意思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十四分钟。打网球。现在打大学。大学。现在还在哪里？毕业啦。毕业。刚毕业。延，我延毕一年。我是策略性。什么？我策略性延毕。我算吗？我算算就是我上好刚好两学分而已啊。哦，我最后也修两学分，是啊。那边有辅法，那边有法律没有读的，但想说就是可以多读一年。你读法律系？没有政治系。啊，政治系。我还是辅系，所以我修电销，然后说就多读一年，想把修的课修一修。那边学分、学分费我几乎都用旁听的，就是修到这样。那能不能也毕业？啊？如果能。我原本是想说住在那个进修部的宿舍，我们北大的进修部的宿舍，因为是台北能有便宜的宿舍睡。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台北是太贵了。房租超贵。结果不行，所以就趁这去延毕师大。延毕师大。对啊。怎么？你读两个？没有，我策略性延毕就是跟我所想的要的东西不一样。就我自认为我自己延毕的初衷是失败的。所以那你原本有初衷是什么？就是要租那个进修部的宿舍。但后来没有租的。对啊，然后就搬回桃园了。然后还是延毕你？对，还是延毕。到底？所以我，所以老师也对我很。可是为什么要延毕？你延毕就是。可是你住那边要干嘛？你住在那边要干嘛？因为我工作地点在台北。哦。这样我就不用再回去再重新找工作了。哦。啊、可是后来你还不是一样？对，还是回去，所以等于是策略性延毕失败。所以你还是住台湾？对啊。还返往返往返台北？对。然后台北房租吗？怎么过？那你现在一样住台北？新庄啊，回家搬回家住。但我们那时候我延毕年有外宿，一个月375。
3750，42株。嗯，我跟双人份7500的话。现在几分几啊？你太快了，我都看不到。哎，那你现在是要准备？我要找工作。没有，没有往公务。不要，不想考公务。因为我是考底。就能上啊。8月20号放吧，但是笔试确定会上，因为这一次改考科，我去年考3的没有考上，然后今年考4的。去年会想当警，是认真想当警察，还是还好？是完成一下梦想。当警察是梦想吗？以前啊。好酷哦！我也曾经想当过。以前，因为我是读北大金融，可是我之前是读暨南，暨南大学，可是那个是那个南投那个吗？对。很棒，很难考。可是我是靠繁星计划进去的。对，因为我原本那时候学测分数也才52几分而已。我原本是想说啊，去考警专好了，反正警大也上不去。啊。可是我觉得警专挺大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那个很生活也是蛮辛苦。他们到6点起来，而且去那边就打不了网球。不会啊。那网球是秀吗？警专有，真的假的？警专还有爆炸装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我觉得那个管那个他没有，他没有什么几点熄灯、哦，对啊，我就觉得不符合我的个性。哦，也是。想要自由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太可爱了。蛮好相处。这个人都蛮好。立春人也蛮好的，立春人也蛮好的。对啊，我这辈子第一场比赛就跟他比。是啊。那时候是在四号场，他四大网球，他比我大一届，他还是两届。其实打网球打久之后，就会感觉就是这些很正常。真的吗？这场真的没看过了，除了上一次队长阿亮打我的这一次。因为我们那边有几个甲组选手，所以就会听到一些甲组的一些事。哎、欸，玉姐，你今天名声算帅吗？靠什么啦？哎、欸，名声、啊，那个我钱再用汇的给你哦。可以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场地费还没下。好啊。你刚刚第一个问题。牛。我想听答案。玉姐，我现在多少？到底打网球男生都帅。韩立威最帅。都帅，打网球的都帅。笑了。历史最帅。对，立成最帅。你想要一句话激怒立成吗？对啊，我要让他打出实力啊。Christine 最帅。不行啊，你真的很坏。我现在不太敢讲太敏感的话题。真的是，那我大家不能和平相处呢。那就好好相处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也跟 Christine 讲说，这个以球会怎样？他们是怎么了吗？找什么？找什么？你看球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有球吗？那个是吗？这颗不是。你还来一颗是吗？是哦。可以用吗？哎、欸！哦，什么？小心啊，它那个要掉。那就要飞扑一下。哦。看一下。有吧？这筷子还蛮小。差球了，不行，你们都太强了，太弱了。
不会啊。还没看过比你弱的。是有啊，但是你不能。这场你还可以打二点零。我刚刚比二点零第一次就遇到个超强的。那个不能这样算，你要以艾迪达贝为主。对啊。但我觉得也不是强，他是会控球，我觉得球也没有到很强。啊，好可惜。他在激怒你，你要不要回击一下？没有，他们两个不好打。对啊，是真的不好打。这也打得不错。嗯。虽然是软网底子，但是打得不错。软网很稳，然后正好打。哦。这时候你要说弱。你在外面比赛，我就不敢这样。这样小比赛，我还敢这样子自己跟自己聊天。对，就是自己人的比赛。对啊。啊！成功了，天哪！何止重？可能今天又增加20公斤，变120公斤了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你们好坏。立成现在整耳朵觉得痒痒的。太坏了。对啊，立成还可以开心的起舞脚。认识他快两年。我刚回来打网球，第一年过后第一个认识的就是律师，外面的第一个认识。他两年没打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我刚回来打第一年的时候，对。哦。为什么？他就是勤勤练篮球。真的，我之前在打那些。让开就是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这样这样，一分。哦，哦，那个钟有点摇晃。我今天有没有还想约一个那个高中的那个家族女生？哇，蔡佩瑜啊，跟家族都很强，另外一个世界的人。对啊，可惜他这礼拜去越南比那个青少年组，也是越南，对啊，因为他高中还在打青少年，不是职业的，哎，家族青少年。不是有积分的吗？对啊，青少年的积分。好辛苦，这种天气去越南会热死。对。因为没想到过来让过来。但是我们真的就变。对，这样。表演赛。变成表演赛。想到他们说可以傍晚结束，怎么可能？我原本不知道是。那怎么可能？没有，其实是中间有空场地，
可是一直卡到人也没有办法。在正常跌下来是直接下去。对啊，因为只有重复号，你就一直卡。可是混双也蛮难得，也蛮难得比赛要混双的啦。外面都没了，对啊，外面都没了，感觉蛮有趣好像很大的运眼，太好笑了。莉莉还好吗？我看到那个台球，我好像是要直接打一球。我记得好像也有网球场，要钱，贵吗？就是公园里面网，但是就是会员制，很贵啊，超贵的。回家新庄打，而且那边也没有人可以跟我打。那你现在都在哪？到处打，有人找我就，有人会学生陪更大的，不然就我之前跟阿龙去智利打，就是板桥，我有跟阿龙去智利哦。然后有时候。我在自己也打过两个月，我觉得自己教练蛮强的。真的？嗯，因为他看我那时候在那边打的还不错，然后就过来，因为正好他们老师的使用时间，然后又被他。老师也在。比较好奇他们。
切那一层。我不会切，我想学到不知道怎么学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别人跟我说那种感觉。或许难度就突然快了。因为我怕，我切球是怕切太大，变成没有力量了，只有旋转、空转。嗯，有质量的切球。大局多少？六。哦，加油！可是他猜错的话就没了。真的啊！哦，神的等级，四个神的打秒。这个秒！啊，我没有带单眼拿出来啊！这个吗？是按中间这个吗？对啊，按了就会。